Hello，爷爷在学步声音，好开心呀！过来，宝宝过来，到爸爸这里来，过来哟，好啦，这边。爸爸在工作。哎，我们去泡牛奶了啊！对，你泡完牛奶，喝完牛奶就睡觉啊，好不好？早睡早起。想喝牛奶吗？爸爸，没有找到妈妈的母乳了哈，现在。好，看一下你泡的是什么现在喝牛这奶。个，今天80毫升喝完了，你看。哎，你们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试用装了没？没他泡了没吗？那么喜欢，我就没给他换，然后又换了个新的。心非凡的是吧？好反正吧。都是肥肉的嘛。这个主要是。哎，迫不及待要喝了，宝贝，别急嘛。啊，来来来。耶，我们爷爷蛮喜欢这个心非凡的哦。还可以，换的这个牛奶还是蛮符合他的胃口。对啊，本来昨天他都不喝夜奶的，他晚上起来就喝点那个水，喝一点没事。再走，大一点的话，我们就白天给他喂嘛，嗯，晚上就不给他吃了。昨天晚上没有吵吧？没有，醒了一次是吧？醒了两次，起来然后就喝点水，然后抱着哄一下就睡了，也没有哭。蛮乖的，嗯，真的，我们家月月。哎，他们说接奶的小朋友看起来很可怜。没有啊，其实我觉得还好。我们家两个宝宝就是没有哭闹，哦，不是特别的哭闹，就是稍微哭一下是很正常的嘛，因为他借母乳一个过渡期嘛。对啊，反正。退后。听到没有？走到后面去。等眼睛看近视了，快点。眼睛看瞎了，听到没有？妹妹这么听话，你就今天又调皮了。妈妈在这里啊。妈妈，你在。看电视就坐好这吗？对。太近了，等下那个眼睛看瞎了。今天喝不完了，他吃饱了，感觉打饱嗝了。对啊，你之前不是为了辅食吗？那个。嗯，对。吃一点可以。哎，他吃了不？今天吃了一个香蕉，下午的时候。快点去，浩子！哎，爷爷，快点来！来嘛，爬过来嘛！来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又想泡牛奶喝了吗？你这个，不粉不给。晚上不能喝，中午就可以喝。晚上不能给你喝，不能喝奶。不喝奶。嗯。妈妈不喝奶了。不喝奶。对，妈妈不喝，爸爸也不喝，你也不喝。你也来瘾犯了是吧？爸爸。哎，我们浩宝其实很懂事的，跟他讲一下，他讲得通。你看，叫他不要喝，他就不喝了哈。嗯。明天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啊。没有，现在跟他讲通了，不是早上给他泡，就是中午睡觉给他喝的嘛。晚上还是我们给他尽量。嗯，就是平时有点小调皮哦，喜欢翻东西。对，最近还喜欢丢东西，有的时候呢没。这个坏脾气要怎么改？浩哲你自己讲。下次不能乱丢东西啦，听见没有？乖一点哈。手啊。对啊，要养成好的习惯。妈妈游戏嘛，然后丢枕头啊，丢球啊，所以他就喜欢丢东西，这个习惯还是不好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嗯，今天准备做一个高钙高铁的牛肉饼啊，这是在网上买的裙带菜，这是牛肉，先准备一下。把这个裙带菜
泡方一下。买的是这种密封的。妈妈给你们做牛肉饼吃了吗？牛肉饼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对。这是裙带菜。红豆菜。牛肉切片。料理机，然后再加点这个玉米淀粉，这个裙带菜已经泡发好了，再切碎一下就可以了。把模具里面刷上一层宝宝油，现在上锅蒸20分钟。诶，打个招呼 ，Hello， 刚刚伯伯把浩宝带出去玩了，然后把月月送回来了。我们再等一下就有好吃的了，好不好？耶耶吧，今天我们这边下雨啊，有一点点冷了。吃了吗？在，吃了，吃了，在。干嘛？啊！嗨气呢？插个嗨气。刚刚月月这个蒸的那个牛肉饼不吃了，现在再煎一下给他看一下。刚刚煎了一下，我们的月月就吃了，可能煎的香一点。下次的话是要买一个那个煎饼的那个模具，这样子就成型一点了。这个煎一下就碎了啊。刚开始蒸的，喂一下它，它就吐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个还是吃一点。吃苹果，吃了，姐姐，吃了，吃了，宝宝。
了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。爸爸。啊，没事没事。